你亲口来了吗？把你亲口来了。其实又是这条蓝图，摆明落上位真是搞笑，搞笑啊！你这些有钱仔，日日净系识叹世界。梗係唔識關心民生啦！睇你個款，第時都係賴曬老豆副身家，到時連公屋都冇得你住啦！有啲嘢唔係有錢就買到噶咯，跟我女一次嚟木樹，你咪知有幾大不了咯！好屈你講嘅，係男人就冇反口啊！我下期啊，即宣布，今日最主要有一样嘢要宣布嘅，大家都知道我哋榕树因为被财团收购调查啦。咁其实咧，我咧都系被收购嘅一部分，即将要清拆。咁换言之咧，呢个都系你哋最后一个嘅学年。另外，最近校方投訴一樓嘅廁所，所有嘅馬桶全部爛曬，希望同學注意你哋去方便嘅度，同學可以翻返課室。唔該。哇！我風要擦，咁聽聞我會點算啊？要去邊度睇診啊？都擦咗，中期會點算啊？以後就冇得中期啦。切，有幾咁大不了啫？拆咗，每隔離區讀直資咯，我夠水喎、啊。不過不如擔心下，我放學點俾個男人抱過啦。我先諗對策啦。虽然不是我赚得很多，但是他教我
啊，你有賺到啊？咦，啲同學嚟講幾靚仔喎？哇，唔係啊，爸黐線嘅。唔好打個女啦，平時係口直心快，諗到啲咩就講咩噶啦。見你咁靚仔，加足料俾你啦。咁多謝啊！米芝蓮嘅喎，好識啊，都就嚟拆咯。唔好咁大聲，你咪視光聽到，佢啱啱就嚟拆啊。喂，你聽唔到㗎嗬？聽唔到。要拆嘅始終要拆，咁錢要我死，邊有得俾啊？爸爸，點解你咁輕易割地㗎？我唔俾你咁樣講嘢啊！我哋仲有機會㗎嘛。翻返整件事，我請你同我食面，我唔使啊喂。啊，係喎，講開又講啦。下個星期五下晝4:00，我同班街坊會喺檸檬樹商場有個抗議活動。嗯，你到時想嚟就嚟啦。我要幫爸爸執啲嘢先。你識狗噶啦，我。拜。如果十年後拆咗嘅話，點攞翻個樽啊？係我頭。
咁點啊？喂，我今次係撐到行啊，抗爭到底。咁你兄弟啊嘛，兩協拆嘢啊嘛，咁嗱嗱幫我度條料出嚟，點解可以阻止清拆？哇！平時你係咪乜都唔理嘅咩？燒壞咗個爐，喂，單嘢燒到埋身啊！你估而家拆魚翅啊？拆學校啊？你冇書讀噶咯喎？你又唔係好中意成班人一齊搞活動咩？冇活動搞噶咯，你亂唔亂啊？你唔係好中意觀星嘅咩？天文台冇噶咯喎，你亂唔亂啊？如果你哋兩個咁都唔亂嘅話，我反而我亂，我係會同啲咁膽嘅人做朋友嘅。雖然今次你係燒壞腦，不過第一次見你咁有鬥志啊！但係我應該點做啊？以下係一則宣佈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房就嚟要拆啦，所以今日會有幾個測量師嚟到學校做相關嘅工作。同學記住要微笑點頭，宣佈完畢。不如咁嚟，就咁話啦。歡迎你林貴校，有沒有水給他？哇，這麼難喝的，都不是我喝開那隻狂奔啊。唉，算了。喂，你知不知道什麼是槍林堂啊？禮堂來的，這名狗不搭八的什麼來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excuse me， 我要去個湯。好像是肚餓咪落去食嘢咯，而家攞緊正經嘢㗎。不如我哋咧就我哋最強嘅校服組咧，就宣傳個
人識嘅話，咁咪多咗人會支持你，多咗人支持啦。有幾醒喎？咁我都問下楊科長同你專欄先。但係得我哋呢啲同學都唔夠嘅喎，點先可以多啲人呢？啊！我有個辦法，我哋一於喺高登 Facebook 同埋討論區號召多啲人啦。
俾市民明白到保護舊區的重要性啊！咁又係，我哋要繼續反對地產霸權，保留埋其他舊區啊！今日大家聚首一堂喺沙塘嚟見神，為嘅並唔係慶祝暑假來臨，為嘅亦都唔係為失學而感到高興。一直以嚟，學校相比其他同區學校都比較團結，可能有時縮窄過，但因為呢件事，令我哋更加團結。但可惜，今次已經係最後一次，最後一次去體驗何況精神。但係唔緊要，雖然我哋最後都阻止唔到事情發生，但至少我哋有努力過，有付出過，已經無悔。我哋校園嘅感情係靠大家去維繫嘅，得唔係大家努力得嚟嘅成果。即使即將預測，但呢份感情亦都係無可取替。好感激何況造就咗我哋嘅大時代。聚散無常，珍惜身邊一切。即使何鳳中學呢座建築物已經消失在香港呢片土地之上，但是何鳳永遠都在我哋心入邊。一日何鳳，一世何鳳。祝大家前程似錦！